陆秀媛同志，我看你蹭饭是蹭上瘾了吧？每次我们家宴你都在哈。那没办法，金南英同志，谁让我跟你们全家都是好朋友呢？你知道是谁在散播谣言，说上海要把厂子给清空的？还有这事情啊？我不晓得的呀。林老板，你不会跟东北区的代表高伟私底下有什么交易吧？我是听说那边解放的早，产业环境好，想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。不能，打了打，不对，把扶稳了，不对，你看，好，扶住把，对，哎，别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你应该让我来给你当老师，我最会骑车了。来，龙头跟着眼睛走。啊，对了。对，可以加速。好，加速，好，骑上了，骑了。加速，停下，这个烧菜啊。跟你办工厂是有点像的，工人呢是食材，老板是大厨，是唱主角的，火候是关键，还是要看你和工人了。我们政府呢是调味的佐料，放一丁点儿，这个菜就烧好了。陈元同志讲了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，我们一定要全面的理解和执行。还有关于工厂减薪。这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。